你剪完就挺差不多了。对。站起来非常的背，到时候发给你前的你就说想要好看的照片。看我这里一下。 来找一下吧。你不是因为你要说两句我就给你留长了，我还给你留长。我们都说好什么样子，然后剪完之后就是什么样子。 昨晚下班的时候，他拿进去了，就不能一起去了，他也不是单个来做的。一个人头。喂。我们这种卖鱼就可以卖贵一点了，可以保证真实的、可靠的来源，像别人那种。 要是哪里来的头发，那你就卖不了多少钱。就是只要你的脖子蛮就是戳着你的领子了，嗯，你就可以修一下上面。还有在右边，在我的右手。让我看一下这个训不高，缩下来看一下。假如我下次想修的话，5点半以后可以吗？不行。 还没给他钱。哎，等会儿。